教教我吧，鸠子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鸠子老师。大家有没有想我啊？哇，鸠子也超想大家的，大家这么热情，鸠子会受不了啦。鸠子老师想要问看看大家，平常有没有在用笔记本的习惯呢？哇，小美，你妆好好看哦。你过奖了，过奖了，来。鸠子老师，我有哦。哇，太好了！那你知道笔记本除了写字之外还有什么功用呢？鸠子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觉得你废话很多吗？啊哈，今天鸠子老师就是要来跟各位说笔记本的妙用哦。那么我们就拿限量发送中使用无印良品的直立木笔记本，还完美刻字化的阿鸠手绘笔记本来当示范吧。啊，你们说刚刚没有听清楚啊？那我再说一次哦，限量发售中使用无印良品的直立木笔记本，还完美。啦啦啦，鸠子泡泡面。啊干，忘记带数学课本回来了。没有数学课本是要怎么盖泡面啦？对了，幸好鸠子有随身携带使用无印良品的直立。现在只要等三分钟就好咯。啊，时间到了，马上来尝尝看它的口感吧。啊，原本好吃的泡面配上阿鸠直立木刻制画笔记本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森林叔叔给包围啦。不愧是限量的。鸠子大便便大便便啊，今天早上吃的铁板面加奶茶出来了好多呢。嗨，阿干，为什么卫生纸变成砂纸了啊？一定是奶奶早上换的时候不小心放错了啦。嘿嘿嘿，等一下鸠子要上厕所了哈。但是怎么办，用砂纸要怎么擦屁股啊？啊，有了，幸好鸠子随身携带限量独角。这个感觉就像是被树叶轻抚过一样啊。不愧是限量的阿鸠手绘。好的，那么各位小朋友也知道笔记本的其他妙用了吧？那么现在事不宜迟，马上上网订购限量发售中的鸠子童真。